头里头我越急着无解，腰一路没，真的。我俩上等一等，全都下去了。咱得上下马犁。那你别，人家对这场事核心点。让让让让！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飞，美好的一天开始了。然后的话，现在已经是下午时间了啊。刚完忙完我前面这个二伯的事儿啊，这边二伯的事给他入土为安了，就是这样。从前天到昨天再到今天，一直在特别的忙碌啊。然后的话，刚才把毛孩子里面的这个狗舍啊，给他们清理干净啊，就是这样。然后的话，因为是下午时间嘛，也是黄豆和小黑的自由时间啊，所以这个大家放心啊，并没有说一直把他们关在笼子里啊，就是这样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刚才用水啊把他们这里面给清理了一下啊，就给他们顺了顺啊，这样的话会干净一点，要不然对吧，这个灰大的话扫着也比较的对吧，尘土飞扬嘛，就感觉不太好嘛，就是这样啊。嗯，这样看起来又美观，又对吧，又整洁嘛，就是这样。因为这两天的话就对吧，会有一些落叶啥的，就是这样，然后需要清理出来嘛，就是这样。然后的话其实对吧，挺感慨的吧，对吧，人活着就是这样，生命无常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要珍惜每一天的生活。来，小黑过来，来，小黑，这谁都过来了，黄豆过来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们看看都谁过来了。黄豆过来，其实我是找小黑的啊，就是黄豆和小花的问题，我属实是要说一下。小伙儿，咱别欺负黄豆，好不好？黄豆也是弱者，好吧？咱不要欺负他，好不好？今天说好了。你要答应我了，对不对？你还是一个好的毛孩子。你要不答应我，你底下再欺负他，咱得说道说道，听见没？就是这样啊。所以我最想，对吧？就是最想谈心的毛孩子，大家知道是哪个吗？其实最想谈心的毛孩子是小黑狗啊。但是现在小花在这里啊，就小黑也不太容易靠近我，就是这样。那笨笨是没心没肺的，在竹林那边，在那儿玩啊，就是这样。我对你没啥说的，对不对？其实他跟笨笨的话表现还是可以的，对吧？他跟笨笨没有发生过打架啊，也不打，反正也不闹啊，就是现在有点争宠啊，大家看啊，寸步不离的跟着我，就是这样。我也没把你关笼子里，我挺对得起你的，小花，对不对？虽然喜欢你的粉丝也不多，对吧？但是真心对你我对你是不错的啊。一直说他小花是阿飞的这个什么后儿子啊，干儿子啥的啊，笨笨是亲的，他是，对吧？就是排不上位啊。其实大家不能这么说，对不对？大家看我对他们的，对不对？照顾啊，大家应该也能看得出来的。小花他没有关笼子里，这因为他在笼子里面的话会乱叫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又特意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关过他，也没有给他上过绳子，方方面面我对小花的照顾是非常到位的，对不对？这大家应该都看在眼里，对吧？哎呀呀，这说着说着这货过来了。笨笨啊，其他我也没啥说的，好吧，少吃点啊，看你吃的胖了，笨笨。哎呀呀呀，你看笨笨吃的胖的啊。小花刚才过来扒拉了一下我，其实我挺想跟小黑聊聊的。小黑扒拉一下我，刚才那个，来，小黑，你看小黑说感觉你好像特意找我有啥事儿啊。这算了啊，就是这样。小伙儿，你该这小黑都不敢过来了，好吧？啊，你呵呵，你今天不需要你上一致上班，你也可以休息一下，好吧？把这个工作的机会让给其他的毛孩子，好不好？这小花就不肯离开呀，大家看看，啊，好像要有很多话和大家去唠唠啊，去说说啊，就是这样，啊，最近太忙了啊，不好意思，最近太忙了，嗯，好。好，人太忙了，摸摸，嗯，站立神功还是没有倒退啊，就是这样。小黑过来，小黑，我们去找小黑聊聊。其实我特别想找小黑呀、啊、小黑的话他这个就
行，今儿再真主动啊，小黑。啊，今天咋这么主动啊？自己到笼子里了。啊，那昨天咋会想咬我呀，小黑？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对我说？哪怕是，对不对？一句对不起都可以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我为啥给你关到这笼子里，对不对？你跟那，你看那笨笨有啥不顺眼的？你告诉我，啊？你说那俩有啥不顺眼的？都是这家的毛孩子，是不是？这给你接回来了，为啥给你接回来？你心里也有数，是不是？那不都是，对不对？不想放弃你嘛，是不是？虽然你长得，对吧？我觉得挺帅的，对不对？嗯，虽然你的智商，对不对？不是很高啊。你看黄豆也进来了，这他俩现在都形成惯性了，他知道这里面是他家一样啊。其他的毛孩子给我安静，安静一点，握手，啊，会握手是不是？跟我说声对不起好不好？我也原谅你好吧？好不好？你都咬我机会了你，是不是？啊，从我认识你到现在，小黑，我身上没少留下小黑的挂彩，你别舔我黄豆。就是这样啊，下午时间给他们自由啊，自己随便跑啊，没事啊，就是这样。下午的话，他们是快乐时光啊比较多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那得都进去了啊，都想串串门，看看这里有啥炫技，是不是？啊，这几个毛孩子都来进来串串门啊，他说这里有啥好的啊？小花说这里有啥好的，我也住这里面试试。出来不出来，小伙儿？不出来给溜逮住好不好？真是的，出来小花，小花过来，你跟溜溜逮住干啥的？啥便宜都想占啊！小花就有点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感觉啊，就应该就是这种心理啊。那进去吧，算了，下午时间这个开着啊，下午时间这个开着，就是这样。然后的话，我这个人并不会因为说毛孩子们，对吧，就是伤害了我，我就会怎么，对吧，就对他不好或者怎么样。不可能的啊，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嘛，毕竟是从小养到大，中间又救了他们两次吧，至少两次，应该说三次吧，从第一次，对吧，把他们带回家一次，细小一次，然后犬瘟又一次，对不对？救了他们三次命啊，就是这样，感情是很深的啊，其实说实话真的是这样的，其他的都不重要啊，只要好好活着就好了，就是这样啊。嗯，让他们院子里面也可以跑啊，没关系的，对不对？院子里面也是他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发泄，肆无忌惮的奔跑，这都没啥问题的。所以大家不存在说的一直关在笼子里，也不会啊，大家放心好，就是这样，就让他们跑着玩嘛，放松放松，就是这样。嗯，大家看笨笨的样子啊，老开心了，老快乐了，嗯。啊，今天早上是4点钟啊，4点钟我就起床了啊，然后去那边去打牧，然后的话就忙到现在下午啊，4点钟，就是忙完嘛，然后又安排毛孩子，对吧？娱乐休闲吃饭就是这样啊。等一下这个视频还要剪辑啥的，我觉得我挺累的，说实话挺累的。然后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，然后我们明天见，好吧？今天我实在是说不了太多了，明天见，好吧？嗯。